那现在是我们刘飞老师骑摩托，学骑摩托。刘飞老师第一次骑摩托。哇！怎样啊？骑摩托好不好玩呐、啊？很好玩，很容易罢了。是咩？你这踩油就会了，然后转身会了，很容易罢了。可是你的 balance 不够哦，刘飞老师。是因为我上了年纪了，所以呢会怕。怕受伤，因为还有两个孩子要哭啊，懂吗？除了家庭，好，我会努力学好了。OK， 我再卷了去做工。不要哦，再我去做工不要了，我再骑一辆。下次再 OK， 下次买一辆给你。拜拜。